我们这次让四个不合格的女生重考一遍。那你这样的话，你也可以回答了。They got the DVD. They should have studied, right? Yeah. So if they are not, you know, determined and focused, then I don't want to work with them. 今天是摄影师 Mick， 那他现在有了一个中文名字盖林德，第一次跟我们的中国模特拍水下摄影作品。We take you down with a diver. Diver will give you air. When you're out of air, you do this. And then if something's wrong, you just do this, and we take you up. 很期待。第一次的海色，我们是选择了一个圆圈，而这个圆圈是金属做的，也同时是给他们的一个辅助的一个道具吧，可以这样子说，然后看他们怎么样表现。红红拍得很不错，他记住了盖林泽说的要点，睁大眼睛并保持甜美的微笑，但是拍了不久他就要求上岸。眼睛前面很懵，可能是在水里面泡太久了。Since she has a previous history of eye surgery, so both eyes are red and it's irritated. It can also be because of the chlorine in the pool. 一上来的时候，我眼睛一片全部都变成了蓝色。天哪，那种感觉太可怕了！我当时我就感觉不行了，我看不见了，我要瞎了。Never go up like this. Always wait for your safety diver to bring you up. Also, when you go down, you don't have to swim and hold your breath.He will take you down, put you on the ring, make you comfortable, then you relax, then we shoot. 因为是第一次水下拍摄，模特们看起来都有些紧张。We need to go very fast now. Yeah, girl, down, shoot. 摄影师盖林泽耐心地指导模特们，让他们尽量放松，努力展现出他们最好的状态。也是因为第一次的拍摄，我觉得很搞笑，他们的有的就像猴子一样，就好像真的是去了马戏团，去了动物园一样。拍摄顺利结束，但是有美女的地方就会有 trouble。我今天7点钟才睡觉，9点钟就起来了。现在都下午三点多，我们吃了早饭是8点，早饭都没吃啊。有些8点的早餐，我们今天早上在这里游到7点钟吧。这不是人过的日子吗？在游泳游了，然后去玩，然后到早上6、7点睡觉。又说去玩？看吧，我就知道 Kiki 她经常晚上出去玩，我觉得 Kiki 这样子一直抱怨，一直在抱怨，然后会不会把我们整个组的情绪给压下去？我不希望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在这样亚热带的酷热的日照下，模特们仍旧非常辛苦的在训练。Mick 摄影师看到这些，决定给他们一场比较特殊的摄影题材，那就是他的一个朋友所收集的一种伦敦式的古董老爷车为主题的摄影。把手机放进厕所里面的，是我自己把它放在厕所里的。我真的感到很惊讶，怎么也想不到手机是他自己拿的。对于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是 Tiffany 自己搞了鬼。这也太扯了吧！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可能是因为他自己的表现不太好吧。真的被我猜中了，但是。虽然我之前已经想过了，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这样子的模特，我们不能把他留在我们队伍里面。Tiffany told me, she actually took the cell phone herself. She took her cell phone herself. She confessed.
SMS to me this morning. Why would she do that? Now you have to send her home. It's totally unprofessional. It can't work like that. 我觉得他们训练一段时间了，泰树已经做过了，但是呢，表现不佳。他是在水下摄影的，所以说要求的比较严格，要求的内容比较多。他在其他的 model 行业可能会做得很好，但不太适合我们水下 model。那他们表现不好，我们是否应该淘汰那个最弱的？为了我们这个 show 进行下去吧，肯定是要淘汰的。要一个还是两个？请进。这是你们那天在水下拍的照片。好美，很喜欢，真的很喜欢。表情很到位，然后呢 ，pose 摆的也很到位。嗯，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谢谢，我会继续努力。Gigi， 我觉得你拍的还不错，然后呢，表情还不错，然后呢 ，pose 伸展的也还不错，没有整个坐在这个 room 上，自己觉得呢？很不满意。嗯，怎么不满意？就是觉得我可以本来可以做得更好。那天我下水的时候很紧张，造成我觉得好像就是不到位，每一个动作，我下一次一定会做得更好。谢谢，一直以来你憋气是憋得最长的。但是我觉得你这个 pose 摆的不是很到位，不是很自然，你自己觉得呢？就是对水下的这些不是很适应啊，反正我自己对这个 pose 也不是很满意，看看图片或者练习一下，尽量达到完美的状态。Tina， 我觉得你现在水下水性越来越好了，憋气憋的时间越来越长了，然后呢，看你拍这些照片都还 OK。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的问题是角度不够，那身体不够伸展。嗯嗯，不过我知道你已经很努力了，继续加油。嗯，王红，我觉得你拍的照片都还蛮美的，真的还不错，表情啊也还不错，然后我觉得妆化的很美，在水下很鬼魅的感觉。我觉得你一直以来表现都还不错，从游泳啊，然后呢憋气啊都还不错，继续加油。好的，会的。哎 ，Tiffany 坐。这是那天我们在水下拍照片。但是因为你手机的事情，我们已经给你买了今天晚上的机票，今晚上回去收拾一下。来，伊雅进来，看看你拍的照片，觉得怎么样？很不好看。你摆的这些 pose 完全没有专业水平，所以现在知道了。嗯，所以很抱歉，你不是我们想要的人。所以呢，我们给你们买了今天晚上的机票。今天晚上？对。然后呢，你待会儿还有时间，回去收拾一下。自己有预料到，做模特我真的是太胖了。我觉得，尽管这段时间我和 model 都相处了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他们做错的事情，我们还是要严厉的处罚他们，把他们赶回家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想看到他们走吧，但是也没有办法。现在优雅跟 Tiffany 被淘汰了，其实之前一直都知道会有淘汰的，但是现在一下子走了两个人，我不想成为下一个，我一定会努力的。什么？